大家好，我是 AI 主播 Angela，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日分茶。日分茶创始于新竹市，以日分共享好茶时光为信念，透过一杯茶叙述彼此故事，拉近彼此距离，获得更多可能。从饮料的用料与网美的渐层外观，新品也会结合当地的水果做连结，都相当用心。目前已慢慢拓展至桃园、高雄、台中。从新竹起家的在地特色饮料店，让我们来认识日分茶吧。欢迎日分茶的 Kevin。OK， 大家好，我是那个日分茶的 Kevin。主打产品为芝士奶盖，甜甜咸咸，将饮品甜点化，就像是起司蛋糕一样。水果系列像是季节限定的芒果、草莓、桑葚都相当热销。我们今年大概就是我们会推出芭乐柠檬的新品，对，然后在五月下旬，那主要就是以红心芭乐加柠檬，对，那大家都知道红心芭乐其实是台湾的一个还蛮特殊的芭乐品种，对，然后我们今年大概就会推出以红心芭乐为素材的饮品，包含了这个喝的以及所谓的冰沙类产品。谢谢 Kevin 的分享，让我们知道日分茶在于饮料的用料很用心，大家也别忘记关注日分茶的新品哟。